做的啥做？那平时就是刮这个东西，一条鱼大约得多长时间？大约得两三分钟吧。上刷子碰到手上，正常戴上都是正常眼睛，正常的，还得拍上来。你看，这不这样，还得刮，还得拍上，你看这样，你看复杂不？这样有个机器了都多方便。叫刘新，今年50，就是我到那市场上一看，他们这卖鱼的很辛苦，我才留一腰做成一台很简易、很小巧的，啥一让卖鱼的解脱这个劳动压力。而我现在研究这东西，就是凭着自己的想象，想起一个技术。就得去买材料去做实验，就是经过反三复四的几百次的去实验，达到现在的最终结果。这十多年头的就在这买了机器建的小还是工厂，最早原始第一代的这个鲨鱼机。你这条件挺艰苦的呀。条件艰苦是艰苦的，只要咱去努力去创造，好的结果还是最后能实现。最难的时候都只想这个事都放弃了。2014年的这个研发到这个半途中，也没有啥去感悟，也没有啥去参考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研发起来是。太别难，太别难。第一代的脱颈鲤鱼也是很高的，就是说它的体积大，笨重不方便。到第三组的时候，是上下轮。着灵感来自于是咱那刮胡子刀，你看咱刮脸的时候，那高高低低咱都能刮住，就是放到着这个灵感去造出咱这机器。开机。我这都是以电机带动变阻箱，变阻箱上点四足弹簧组成，就真简单。最大的是12斤的，从快簧曲鳞到慢簧送鱼，到刮机刮背快速，到。慢速送鱼去开膛，我的机器四个组成部分，去掉挪也不行，你填一个部分也不行。所以说呢，我的机器他说谁说是照模仿，我让他谁也模仿不了。要到到了，小企业多少人？对，杀了多少年了？就这一会儿，这100斤鱼用不了半个多小时杀完。好，对，这样大功告成，大功告成。你省事，看这鱼进去出来就完事了。这种工费省得多，这色狼就省的很省劲，很省事。我能理解透了，我感觉都是很完美了，没有再去更改的地址。我就将来就是我叫它精加工、精心打造，它不会坏，这就是我的自豪感。我刚才跟他说，你不管咋坚持，这回就是成功了，这我感觉很心里很自豪，知道吧？绝对他就买不来。这东西你看市场上去，它都是空白。这市场是个空白，你底下那句话别说出来，绝对买不来，你这都不谦卑。现在我填补了一下市场空白，我说对不对？您弄的好茶也不喊我。我说刘哥，来喝茶来。你还忙你的东西嘞，忙你的。这您还是，做机器的精神，咱介绍介绍。我这人都是。说的好，个性强，好这个钻牛角尖儿，想看中的事我必须一样给他搞成。
让人家弄不了的，我得叫他，不管再难再艰苦，我也得叫他弄成。我就是这个心理。大家好啊，今天要推荐这个发明人呢，是一个小伙子，也是我们湖南的，叫做温成宇，80后。他最大的发明创意和灵感来自于哪里啊？他发现他身边有太多的这种牙痛的病人。现代人上火比较厉害嘛，不是牙龈出血就是牙酸痛，毛病比较多。所以呢，他专心组织了一个团队，就只做一个事，就是呢牙齿生物修复技术。要说一大堆大高科技啊，很难说清楚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把牙齿修复封闭起来，形成一种保护膜，没有氟，但是呢也能同样达到防锯防菌的效果。特别是对一些牙齿已经呢，有松动啊，或者说，不好的一些人群，这个小温发明的这个独特的牙膏算是有奇效。当时这个牙膏啊一出来之后啊，马上就得到了这个轰动了啊，就是业界专家的高度评价，算是别具一格。因为呢，这种独特的发明，再加上这种成本也相对比较高，这款牙膏呢也被称为牙膏中的劳斯莱斯。是全中国最贵的牙膏，我用过这款牙膏啊，除了贵，其他的都挺好，边刷边发热啊，还多少有点神奇。但是袁胖建议啊，有牙齿疾病的，你可以用一用试试看；牙齿松动的老人可以用用试试看；小孩子可以用用试试看。可以上发明米网站去看一看，今日头条的呢，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。OK。